我是等于我娘几退的嘛，身体又不好啊，我没有能力养过你啊，你出去又亲戚又不好啊，你还是是走你亲生妈妈娘你过好日子。妈妈，我是不拉的看看那鬼爷的，我过一辈子。如果他再次上来了之后，妈妈不要再哭了。告诉女儿，我曾经是多么的思念你，我曾经是如何的自责责备自己。现在我不想做别的，我不渴求你可能成为我的再次成为的我的女儿，我也不渴求你来孝顺我关怀我，我只希望你能够给我一个爱你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哎，行，我们再试一次，看看妹妹会不会来。来，再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摁键旁边。我们一起来倒数个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请按键。知道他心里感受什么吗？怎么我老是被别人弄来弄去的？我原来被送到另外一家，另外一家又把我抛在乡政府门口，然后另外一家收留了我，今天他又把我推开还到亲生的母亲怀里，我怎么像个东西？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的感受，你是这样的感受吗？妈妈她是不想我跟着她受苦，所以他会把我推到这儿。那你理解妈妈的良苦用心吗？理解。所以呢，你认为什么是苦，什么是幸福？幸福就是和妈妈在一起。就是跟妈妈在一起，怎么苦都幸福。跟不爱自己的人在一起，看着怎么幸福都是苦。嗯，你们有什么话跟这个失散了16年的亲人要说的，你们直接跟他说，你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给他爱的机会。好，接下来是母女的告白时间。孩子，妈妈不求你的，这不关你的事，毕竟你当时还小。